来一个星火，来个你们绝对想不到的，你们绝对猜不到我这把要玩什么。我看了一眼弹幕，好像没一个人猜到。来把扭曲树精啊，看到就是赚到了啊！我听从自然的安排，这个小树苗持续30秒，我去留个影，我们30秒的时候再丢啊。待会不要砍，直接拉出来，我丢两个这边，然后这边再丢一个，刷野很快的，就跟小手丢魔盒一样。这边草里再丢一个，一定要丢草里面，丢草里面一爆炸伤害翻倍的。先把红拉出来，让这个炸一下。刚才有个没有炸到这个伤害，给你们科普个冷知识啊，这个大树的攻速是全英雄里面最高的。感觉应该丢个惩，还是有点小伤这样的。你别不信啊，跟你们说的是真的。这波没刷好，慢了几秒。慢了一点，不然不用交这个惩的，可以留个惩打和气。你看，不然的话，35秒前就刷了5组野了。我说的是基础攻速。其实这样说的话，大树出这个攻速的收益很高的，它转换率比较高一点，主 Q 就好了。其实没改版前大树的话打野更适合一点，他以前 W 还有百分比伤害的，而且 E 的话持续时间比较久，可以堆的。推推推，W 无敌，刷新一下塔的仇恨，顺便躲一波伤害。大树 W 可以躲很多技能，待会我们可以先砍塔，用 Q 打余震没问题。所以你们刚才看我为什么杀兰博，我不交 W， 这 W 交了之后塔打我们就出不来了。先杀这个维克托。也就小树苗炸一下死了，一定要贴脸 Q 才有空。推线推线，我绕后。这个大树的 W 完美触发这个余震，很好用的。还有这个龙渣，他们中单炸了，哎，我直接开二杀他们。这边是带兰博打野，小树苗炸到没有？炸到了，人来的有点快啊！
我都这么肉了还是死了。可以开二了，他要出来，这刀妹越塔了，有点尴尬，赶紧把这一些塔收了。来个戒指吧，不行，这个服装的话抹的意思，这还是走 AP 才有意思。而且他那个小树苗的持续时间有点看不懂，他有 AP 加成，但是他加成到一定秒之后他就不加成了。我之前测试了一下，他加成到45秒之后他就没有了，就丢到草里面的持续时间。打个爆破，打个爆破，卸掉了，卸掉了。抓人前先丢个雷，死！哇，这个大速度太慢了，就慢的离谱，你们知道吧？这还不如早点给的。你妈的蓝都要把我 K 了，我来了，抱一抱，抱一抱，来给他个蛾子，有闪现啊，这个大有真，说实话真的有点捞，里面有人在吧，这对面完全能反应得过来，这大有啥用呢，这大不能摊这个距离跟伤害啊，只能贴脸给啊。他移动速度太慢了，这得增加一下时间啊。我这个爆破打2000伤害，我们下次带一个黑暗收割试一下。我丢小树苗，他们不敢过来。不行，就少个打野刀的伤害。持续时间47秒，这个得在野外打架我才厉害。
你让对面踩我这个小树苗，你看他持续时间到47秒就不加了，这是最骚的，他这不加时间了，他是有享受 AP 加成这个持续时间，但他加了一定数值他就不加了，在要是一直能加的话，持续个2分钟我就可以一直丢树苗了，多好啊，但效果打不出来。直接越他们，我开下分路，他好装啊，这个兰博，攻城巨树啊，你在干嘛的？再炸一个！老树盘根，现在 AP 树人伤害真低啊！锁定，这几个人被我吓到了，拉好拉好，我开大了，来这你妈的防不到人，这个大真是个弟弟，这当着面看没有用，只有贴脸，只能贴脸打一个大伤，但是贴脸伤害又好低，大死我，这个血越回越多，再稳一点，再来个帽子好了，树都满了，持续时间已经到达上限，就只有47秒，一秒都不会给你多，不要出面具了，对吧？其实到时候出面具挺好的。他的现在加的伤害真的少啊，他只加了百分比去。不出来，伤害太少了，跟以前大会比起来差的有点远，说实话还行，这个伤害屈居第二，大家没点关机的可以点一下啊，
下次想看的时候就不会找不到了。